他谁啊？拜托老师，他是你长官都不认识啊。我们学校的训导主任，兼我们班的体育老师。他之前带球队去比赛，才让你来带我们班体育课。现在他回来了，又没好日子过了。而且听说他亲戚有人是高阶警官，也有黑道势力，所以没人敢动他。你看他看女生的色样。 他最喜欢在小叔面前乱来乱去了，恶心的苍蝇。羽球队的补助经费跟营养金，一定都被他拿去花天酒地。他需要点教训。大哥！哎，你能灌篮呢？你才是大哥哎！我是大哥，有什么用？我觉得这三个废物啊！哎，才废物吧！